第三个问题，最近我和我爱人都觉得身体很难支撑住的那种感觉，到医院看还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感到全身无力，多干一点家务活就觉得力不从心。就为这些，谁多干一点都觉得很难。就为这些，也搞得两人之间不愉快。我想啊，这个俩人身体啊都不太好，但是呢都没有去发出你别干活我去干，都是你多干一点吧，我身体不好，他也是你多干一点我身体不好，互相都要求对方多干一点，所以说谁去干啊都互相觉得不好，我觉得你们这种方法啊很难解决，最好的办法。你们分开，分开过，各找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活你不干，你就吃不上饭，你看你去就没有怨言了，什么怨言也没有了。如果在一起互相老是这么推诿互相都不去帮助对方，必然导致这种结果。身体也可能有病，也可能根本就不是病。因为了避免这些干活都强调自己身体不好，所以说最后没病就会变成有病，我的想法你还是分开分开一段，最后自己都感觉到，过去的想法和做法都不正确了，都觉得自己这些活都自己都能干，都应该干，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另外呢，两人之间的不愉快，这也不要怨在干活上，因为结婚本身要求就是一个和谐美满他不愉快是他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一个苹果，有红的就有绿的，它必然要产生的一方面，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些东西，说我这个不愉快我不要，我光要愉快，它不可能的。有阴就有阳有光明就有黑暗它本来就是一种生灭吧，你想离开生灭是不可能的，应该正确理解，如果觉得这方面都很难处理，就读读心经读读金刚经这样的话自己不要依靠别人，要依靠自己要振作起来，这些事情就会不发生了。第四个，我从今年开始就在后腰上半尺左右，只要坐姿不对，一下就停住了，也不敢动，得需别人帮助才能起来。而眼一闭上，面前有幻影，有时是人，有时是狐狸脸。晚上睡觉做梦多，全是烂梦，离谱。有时还梦见。把着电线飞，有时不用把着，手一动就飞，还必须念大悲咒才飞得高，不飞高就有人在底下抓住我，这就是自己思虑过多思虑过多。这个坐姿不对就停住了要需要帮助，可能是不是要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哪块有岔气儿的地方这可以医院检查一下。另外眼前有幻影，这个幻影本来就既然是幻影就不要执着为什么有狐狸脸？是我们平时老往上追求这有关系，一般狐狸都是比较狡猾的一种象征。有时候我们常出现狐狸脸，就是我们做事情有这个不实在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应该检查自己，因为众生的脸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过狠了就会出现蛇的形象，有的人处理葫芦形象，有的是狡猾等等。
它是并不是有个狐狸胆那块儿，而是是我们的心性和它有近似的地方。所以这个如果梦见这些东西或见到这种景象，应该检查自己的啊这个修行啊是不是做得不好啊。另外有的做梦啊在电线上飞啊，说这是好事，飞啊就是说明我们世界还有清净的地方啊，如果不吃清净啊，就会在地上或泥坑里啊或在屎尿里啊。所以说飞起来必然是心清净才有飞，它只是梦，只是一种表法啊，并不是真有一个狐狸或真有个电线飞啊，只要跟我们心里清净和不清净来决定这些梦的形象。第五个，皈依三宝弟子在家应该上几支香，晚上几点前可不可以上香，应该念诵哪些咒哪些经哪部经，还是念就念佛。这个皈依三宝弟子在家上几支香，应该上三支香，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三支香能提起我们的善皈依啊，应该常常上啊。也可以有时候家里啊怕烟味大，可以上一支香啊。一支香的目的就是一真法界啊，但是上四支香上几支香那就不对了啊，我们只能皈依三宝啊，不能在外面再有皈依了。晚上几点前可以不上香，没有说晚上几点前可以不上香，就半夜前上香都最好。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上香，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比如说我们这个佛菩萨形象啊，佛菩萨形象，我们上香前必然在佛菩萨面前要穿戴整齐啊，洗手啊，又有恭敬心啊，我们才上香。上一次香我们就会提起一个正念，如果你在半夜前如果起来啊，你去能上上香，必然你在半夜前又提起正念啊，你用佛像来印你的心，也是去掉我们的恶念，这样我们就会获得益处就不可思量了啊。有的人是睡觉从晚上睡一直到天亮，这会失去了机会。如果晚上半夜能起来上几回香啊，这非常好啊，而且这个修行上路也快啊，所以说晚上上香更好啊。应该念诵哪部经啊，哪些咒都可以啊，只要是佛经佛咒啊都可以啊。你像楞严咒啊、大悲咒啊，这都可以，楞严经啊、金刚经啊、啊地藏经啊、弥陀经，这都可以啊。念佛也可以，主要根据自己需要。六，我还经常有闹心病，无名火多，自己无法控制。这个就是要多读经啊，多读经，多放生啊。有时候这个无名火多啊，主要是自己对这个外面要求太多了啊，应该有一种无所求，这就好了。你比如说他的夫妻之间老要求男方如何为自己服务啊，这就有所求了。他如果达到了因为是对方是应该的，如果达不到啊，就该说你又骗我了啊，当初不跟你我哪能遭这罪，是不是？哎，他会说这些话，实际上都是一种有所求的心。如果你要能够抱到一种无所求啊，我不求也，不管好坏我都要自己做，我有病我宁可爬起来我自己做，你有这种心去做，对人就没有想法了啊，这无名火就没地方了啊，所以说这慢慢就把这无名火就会下去啊。
很多的心病都是由嗔恨来的，啊，嗔恨和忧郁，啊，如果我们心经放开了，无因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啊，同时我们啊能够把心情打开，啊，不再有所求，这个心病很快就会好的。下面一个字条，怎样真正具有慈悲心？真正的慈悲心来源于戒律的基础，啊，也就是说，只有是把戒律清净了，它会升起一种真正的慈和悲，啊，因为必须离相，啊，必须离相，离相才会有慈悲，啊，啊，不是说。我们对谁好，这叫慈悲心，啊，这不是的，应该离相，众生都是平等，啊，都是平等的，所以说，什么叫慈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就是没有攀缘性，跟谁也不攀缘，啊，不是说我今天。和他好，明天和他好，后天我依靠他，或后天不依靠他，啊，没有这个，啊，只有这个不再依靠了，啊，不再攀缘了，啊，我们就会有了慈悲，啊，啊，也会慈悲，啊，所以说同体大悲，什么叫同体大悲呢？就是离相，无因相，无我相。只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就是同体，啊，这些功夫必须得平时在持戒的基础上才会做到。一个戒如果都守不住，这个慈悲不可能升起来，啊，同时还要苦修，啊。下个问题，怎样守住口业？前几天有个人来问我，啊。说说别人一讲话我就要给他讲理，啊，最后自个儿讲的身子都歪了，那就是止不住，批评他的时候他知道我讲的不对，但是呢到时候非讲不可，哎，或者得一个常有理，啊，常有理，啊，你什么时候都说不倒他，啊，哎，所以说你给讲道理看经他也止不了，后来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我是你止语，啊，如果你能止一段语，这个口业必然要清。他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不是不想好，想好，这个嘴啊已经说惯了，他不用思维，张口就来，啊，张口来，说惯的嘴啊，走惯的腿，就是这么道理。所以说，如果能止，啊，止语，如果止语一个三年二年的，我想他话都不会说了，他就没地方讲理去了，是不是？哎，说止语了，你别人骂他一句，他也不敢回口啊，因为你一回口不就说话了吗？所以他只好忍着，引来引去，最后是觉得啊，不说话才是对，才是最有理的。他现在因为呢，只有讲别人说话，我马上去说啊，才显示我的存在，哎，这才不吃亏，啊，所以他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们的口业如果守不住，我看你还是止语好。啊，第三个问题，怎样为病人念大悲咒水？这个吧，看你自个儿的虔诚心。大悲咒啊，佛的咒语既然有一定加持力，主要还看于我们的发心，就是清净不清净。如果我们能够很清净，很诚诚恳恳去念，必然这个咒水有一定力量。有一点力量，所以说为你把病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啊，甚至隔身的幼啊，都给他，你去念这个大悲咒啊，必然有他的效果。下面一个问题，一个人在家时总感觉到屋里还有其他人在走动或休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在家有时候供仙堂一个毛病，老因为这里还有外人，啊，
所以说应该怎么办？应该诵金刚经，啊，不断地诵，诵金刚经，无淫相，睡觉的时候把门打开，啊，谁愿进谁进。你要是带个，这么要有个三年二年的，我估计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啊，你老把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又怕别人进来，怕别人捣乱，想的很多啊，完了。嗯，虽然外面没进了，但是你总感觉到屋里啊疑神疑鬼的，有人在走动啊，等等事儿。实际上这是心理的毛病，有时候很多的动静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自己的摩擦声音啊。你比如说打气啊，有的人呢打气的时候就感觉外面有人走啊，谁在走他都能听出来啊。最后一推开门一看一个人没有，这个声音从哪来的？原来就从他脚底那个鞋和地面的摩擦声音所变化过来的。哎，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借着这个动静就想象出来外面人在走啊，实际上不知道自己的摩擦声音所来的。所以说我们往往就把一种时间的空间的一种变化动静啊，就因为是在有或是人在走动，啊，这就是我们的错误的认识。所以说，多读《金刚经》。师父，我在生活中多做善事，少念点经，能成佛吗？这个成佛的标准，啊。并不是你念经就能成佛，也不是你做善事就能成佛，啊，是觉悟人生，啊，是觉悟能成佛，啊。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这，有的人是把世间的善，比如修桥补路啊，布施，啊，扶贫啊等等，因为这就是。成佛了，啊，成佛就是做善事，啊，实际上那只是做人的一个标准，并不是成佛，啊，有些人呢现在把成佛呢看成是在世间做好人就是成佛，那不是的，因为人是众生的一部分，啊，是一部分，你做好人顶多升天有福报，啊，也就在还在因果中轮回。佛是什么呢？是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觉悟宇宙是空的，啊，宇宙是空的，一切都是幻象，这才能成佛。做善事必然有善报，但它不是成佛的报，啊！你比如说，一个人没有皈依，我做了很多善事，但只能是世间福报；有的人皈依以后，我的心就放在了善宝上了，而且我成为佛的弟子。哎，虽然有时候做的善事并不他不如他多，但他肯定能成佛。为什么说佛讲？受戒破戒能成佛，啊，受戒和破戒都能成佛。破戒以后，它的种子不断，而且就下到地狱，它来生啊，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它还接着修，啊，这个因果不断，所以受戒破戒能成佛。少念点经能成佛吗？啊，你想以善事代经，那就更不对了。啊，善事只是世间的善法，你看人呢做世间的善事啊，很愿意做，但是一读佛经他不愿意做，啊，虽然这是很轻快啊，用不着那么样费力气，但是呢，他不愿意在心地上来把自己的毛病和习气改变了，不肯放下自己的那种自见，啊，你自己的自见不放下，能成佛吗？啊？是不能成佛的，所以说必须读经啊，来放下自见，
啊，放下自己。不是读点经就能成佛，而是通过读经让我们不断觉悟才能成佛。请问师父，我母亲今年五月初去世，生前是一名在家居士，因常年重病，佛事做得不好，临终时要地藏王像，因在医院，我们给子女，我们做子女没有做到，这是求师父为我母亲做超拔，请问师父，我们子女应该怎么做好？啊，就说你母亲过世了啊。就是在医院有时候这个没有做到，可以补偿的啊，可以补偿，你多送地藏经啊，多送金刚经啊，为你母亲去做。哎，你母亲可能要地藏像也是为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儿女，教育儿女来继承他这个这种信仰啊。所以说如果你能把这种信仰继承下去，我想你母亲就会很高兴啊，会很高兴，啊，就会得到他你所没有办到的那种啊利益，啊。下面一个问题，在家居士如何持戒修行？在家居士如何持戒修行？应该是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在家居士。应该看成什么呢？我如何去持戒去成佛，如何去成佛，不要考虑第一个概念我是在家居士，你把自己就限制住了啊。所以说持戒修行不要考虑在家，应该考虑我已经应该做的我要去做，我做不到我应该努力啊。今天在家不等于我永远在家，虽然在家有很多的障碍，我想法要克服它。啊，在家居士修行持戒，主要是克服在家的毛病、困难，这是在家居士，不是在家人啊怎样持戒修行。在家居士就应该啊，这个居士应该是在家利用家庭这种环境啊来修持自己。什么叫利用呢？不随世间走，不随家庭走，这叫在家居士啊。不是家里今天吃肉，我别让他们起烦恼，我就吃吧，不行我吃点右边菜啊，这就是在家居士应该做，这都是不正确的啊。在家居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僧人的后备力量啊，就是说出家人啊这面少了，你要马上应该补上去，啊，这是在家居士，啊，就像那个现在提的全民皆兵一样，啊，应该做好出家的准备。所以说，在家居士首先要克服在家种种的障碍，你比如说啊，这个世间人啊，很多事情世间都认可的事情，那我们不能做。啊，我们在家应该按照出家人的方式去做，这才能成就的。有的人把自己标准了，第一个用在家俩字就把自己标准降得很低很低，实际上虽然你降低了，你觉得做得很顺利，但和成佛没有关系啊，和成佛没关系，你只是个世间善法而已啊。所以你想成佛，在家居士必须克服在家的一切毛病和习气和阻碍，你这才能成佛啊。这个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回去认真考虑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失去机会。有的人呢那个就是出家以后啊还不知道怎么修行，为什么？他就是在家这一段他没有利用好在家这一段的修持，
如果知道在家应该怎么样摄入眼耳鼻舌身意啊，怎样去掉那塞声香味触法啊，去掉贪嗔痴，在家怎样和在家说和违反佛法的这个行为去做斗争，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出家在家他都能修持啊。所以有很多人呢把在家居士这个标准降得很低，虽然满足大伙的心愿，大伙听了很高兴，但是我说那是害你们了，因为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不容易，信佛也不容易。我知道我信佛的时候很晚啊，天天走这个庙跟前，不知道上庙里看一眼，不知道，一点都不清楚啊，等到姻缘来了才知道啊，庙里原来就是自己的家，这时候都很后悔，很后悔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今生信佛了，千万千万把住人生啊，不能虽然是没有这个姻缘，有的没太成熟啊，应该想法让它成熟啊。不管在哪，我都要按照佛法去修行啊，都要摄住眼耳鼻舌身意啊，都要去掉贪嗔痴啊，这么去修行，这就对了。不要分别在家和出家，在家我要向出家人修行啊，这才行啊。所以说那种降低标准的做法，虽然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框，有的因为呢我在家已经很修行了，虽然给你个名声，那终归是化成啊，啥作用也不起。真正了脱生死的时候，那就是一场骗局，哎，只是一种欺骗啊，一种欺骗而已。我想我不想做那种人啊，所以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们。请问师父，下院妙容师父说我一个去下院的朋友走路像小妞一样，小姐呀一样，这样合适吗？哎，这个师父啊，如果说一个人，批评一个人，啊，如果他必然有这种毛病，有没有毛病他不会说的，啊，世上的一切批评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业力。就是妙容师父不认识你，或是另外一个人说你，都是你业力的表现啊，都是一种帮助。你比如说原先我在本溪啊，去行脚走路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他骂我，他说那个和尚你过来一下，我不过去，因为我不认识他，他骑个摩托啊，在道那面，说你过来，我就不过去，我去往走，后他骂我，你是不是骗子？我一听他骂我骗子，我就站住。为什么站住？我要诚心诚意地听。他要骂我是骗子，我说他骂我骗子必然有道理。等我坐一听，他就不骂我了，啊！后来我就为这个事儿思维了一个多小时，怎么想？我说我骗子，我骗谁了呢？我也没骗谁。最后一个小时以后，坐一个沙滩上，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下山的时候，另一个师傅问我说，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用手指比方三天，今天正好是三天，我本来就不想今天赶到山了，我想在半道再睡一宿，因为还有很长的路程啊，如果明天赶，明天赶上去那就过了三天，那就犯了妄语，犯妄语不就是骗子吗？啊，当时一想起来挺感谢的，要没有他这句话我不就成骗子了，但感谢同时也恨他，你知道吗？你他骂我说这心里，哎，心里也不痛快，哎，但是不痛快感谢的占多数，知道这个真理啊。你看骂人有时候是帮助啊，所以说过火一点那都是一种帮助，何况说小姐那就不错了啊，那小姐最起码呢还挺清静的嘛，是吧？啊，挺好的。谁叫我都不会说你小姐，啊，可能说得更狠一些，啊，
所以说外面的一切语言都是帮助我们成就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有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认为他是在骂我，是你错了。你要认为是帮助你，你肯定能找出你被帮助的这个因缘。你想一想，我想最后脑子都疼了，想不出来我在什么地方骗人。最后硬想，坐了一个小时坐沙滩，突然想起来了，你这么大个事儿，我就是如果没达到，我就第二天去忏悔，也不如当时不妄语，是不是？人这一生一步都不能走错的，所以你想一步步走错，你要接受挨骂。骂你越多，说明你的朋友越多，你的善知识越多，说明你这人可救。如果人谁都不骂你，谁都不说你，我看你是无药可救，说那很危险。弟子几年前吃大悲咒治好自己的鼻炎，大概三个月后炎症又犯病了，自己知道吃咒不专心，请问师父，大悲咒能灭罪吗？或者是菩萨方便说，既然灭罪，怎么再好几月又犯病了呢？就是说几年呢，他用鼻炎这个用大悲咒治好了，大悲咒治好他不会再犯的。为什么说治好了不能再犯呢？好了他就没有犯，犯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另外的病。他下回这个大悲咒三个月以后又犯了，你怎么治犯这个病还是以前那个病呢？它病名是一样，我们就往往用联想把这个病名是认为是以前那个病，所以说我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第一个反映了大悲咒的力量，另外这种想法就是一种疑心，不真实，就像吃饭似的，你今天吃饭吃饱了，那明天你再饿了，说昨天没吃饭呢，那饭不顶饿，能这么说吗？是吧？不是这么事儿，所以说，这个大悲咒治好你的病是一点不假，三个月以后又犯，是你的另外的业力又起来了，又起来了，所以说你应该继续送大悲咒就对了。而且为什么这回送的不好使呢？就因为你有对佛的大悲咒有了疑心，佛法就怕疑，你动一个念都不好使，升起欢喜心也不好使，过去有一次我的牙疼，就是没有药，就是拿那个去痛片往牙上塞一塞就止止疼。后来这个药片也没了，就疼得特别厉害，而在山上，也没法治疗，后来突然想起念观世音菩萨，就念两句，牙就不疼，这一许也没疼，非常好，非常清净。自己想，我可得到这个宝贝了，以后再牙疼我就不怕了，等下回牙疼就不好使了，怎么也不好使，因为他有什么，他以为下回我就不怕了，我已经得到了，所以这是犯一个妄语，犯妄语。另外呢，升起了慢心，升起慢心，因为我送大悲咒，我能送大悲咒，我送大悲咒，我能把牙止住，这都是慢心。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诵经诵咒以后要回向，就是怕你起慢心，说我们回向给所有众生，你看我那个功德全都回向给他们，有的还报取，实际上你不知道，只有通过回向你来去掉你的慢心，你下回才能继续修行。你要不回向，你自个儿就在那解了一个结，所以这是很大一个弊病。
所以说灭罪啊，不是没灭，灭了，你三个月都灭了，这挺好了啊。所以说你想彻底灭，那继续还有个虔诚心啊，再去努力就可以了啊。说必胜一。患病赐咒能否彻底治愈？不会复发吗？这个问题啊，一切的病根都在于我们种子时里面是否清净来决定的。它种子时就像电脑里，它的程序有一个病啊，它必然要表现一个病的现状。如果你赐咒能把种子时的这个啊，这个种子里的这个因素给扣出去，它就不会再发生病了。不是不能治愈，而且是我们有时候啊，诵咒和这个修行不彻底啊，才会逐渐的出现啊，出现。当然了，也有无始的业障，也要偿还的，还要不昧因果啊，不昧因果。有时候有病不是坏事啊，有病最起码的，他就不想吃药了，是不是啊？啊，有很多有病不想吃药，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心里很老实，是有病不是坏事啊。再说人生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病啊，有的人说有病就是没好好修行，这种说法不正确啊。释迦牟尼佛临涅槃时候也有病啊，那你说释迦牟尼佛没好好修行啊，是不是？这就不对。虽然我们和圣人不一样，圣人他不会有病的啊，但是为了实现也好啊，还是为了偿还以前不昧因果也好，他必然要会实现这些问题啊。所以有病不说明你修行好和坏的问题啊。有现在有一些说法，有病就是没好好修行，我想那些祖师大德都没好好修行，那就错误，那就诽谤了佛法啊，诽谤了因果。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请师父开示，无为法是什么？怎样差别？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我们说的所谓的圣贤啊，比如说佛教和道教啊，它的差别就在于无为法，都在修行啊。你说道教它也修行，什么老子啊，什么天尊啊，都在修行，也都在努力啊，都想了脱生死，但是呢，这就是因为他走的路，他是为了升天长寿啊，所以他呢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佛教呢是真正的无为法，无人相，无我相，无受者相，无众生相啊。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四个无相，而且呢就选出了高低啊，就有了高低。所以说关键就在这上。头些日有一个道教来出家啊，他说当了18年道长道士啊，要来出家后来呢谈了几句，他又改变主意了啊，所以以后再说啊。后来他说那么一句，说佛道是一家，我说不是一家，我怎么佛道是一家呢？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原则问题。有的人因为佛道是一家，虽然都叫修行，都在努力，但是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如果我们稀里糊涂什么儒释道一家，这就是本身就否定了无为法。佛法是出三界的啊，不是为世间法来服务的啊，是要出三界，它有大目标啊，而正到那地方。道教是正到天那一步啊，虽然是升天，但未必升天，想是升天，但是能不能升天那是又一回事儿啊，未必升天。佛教不是，
只要是按照佛法去做去努力，我们隐隐都能成佛。佛法首先肯定了每个人都有自性，自性本身就是现成的佛，只要去掉我们的毛病和习气，我们就能成佛。而是非常真实，它是一个究竟的真理，因为他们修的只是相对的真理，虽然有些神通本领，那只是相对的啊。所以说他和无为法他没法相比啊，无为法就是没有一法可得啊，没有一法可得，说哪个法可得，那没有一法可得啊，既因为无法可得啊，无处不是法，其他的就是啊，都因为有法可得，我这有多少法，我有这法有那法，所以说有这法可以得，那个法可以得，所以说虽然是说可得，哎，你修确实一个有所感应，但是都建立在你的分别心基础上啊，不究竟，而都在生灭上下功夫啊，就你修了成八万大劫，最后还得堕落。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灭啊，既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还有什么可以生灭呢？它不存在生灭，而找到了我们的本体，不是一种理论的知识啊，也不是一种理念，而是它是一种事实啊。所以这就有严格的差别。所以说啊，今天跟大家讲，千万这种理论不能让它混淆到佛教里。有的是信的大仙儿啊，他认为这都是无为法，这是严重错误的。头几天是谁忘了谁来，我跟他讲过啊，有的甚至把那个世间的那个叫了凡四训呢也当成佛法了，说这是不对的。所以了凡世界是一种善法，确实叫人去掌握命运啊，确实在世间做个好人呢、啊、确实不错，但绝不是无为法啊。所以当作佛法就混淆了佛法，就会灭掉佛法。所以佛法不允许任何的世间法所能代替，要如果不睁起眼睛，我们就会修行就会迷失道路。弟子持大悲咒时，有时心里散乱，可不可以集中精神，观眉中心一处而持，或有其他方法？不应该去观眉啊！你要时间久久了，也会产生心理执着，眼睛肿胀啊！因为修行佛法，持大悲咒是让我们心里不再散乱啊，不再散乱。当然了，要集中精力，有时候集中眉头皱得很紧，但是会在脑子形成了一种就是气血不通畅，就像气功似的，意念的力所造成气血不通畅，这就不合适了。应该把这个持大悲咒耳朵听，这个比较好啊，这个副作用小啊，就是持大悲咒耳朵轻轻听，只要心神不跑就可以了，不跑你不听都不用听啊。持咒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大悲咒能达到什么目的啊，也不是念佛能达到什么目的，而是通过大悲咒和念佛达到我们心里不再起妄想，一切的咒的秘密作用啊。所以说一切咒语和念佛都是一个拐棍，踏骗不是目的，所以往往我们把这些当成目的，这是错误的啊。也就是像佛经讲，以指为月，佛说这个指头啊指的是月亮，我们不看月亮就看指头啊，佛说这个指头就是月亮，这不对了。所以说佛讲的一切法门都是这个指头告诉你，是指的是你看上面的月亮，怎么样看到月亮，这些咒都是让我们放下自个儿的执念，
啊，不要有你的想法，你的比喻，说我想出佛法讲多少条，那都没有用。放下你所有的自见，不再打妄想了，那就是真正的大悲咒的力量。大悲咒是无相的，啊，所以说一个人的心里清净了，就具备了八万四千法门。就说这个呢，我想你最好是认真听啊，这个就可以了。但是不要使劲找到耳朵里听，哎呦，使劲往耳朵蹭听，老长去听的，最后也会造成这里的气血流通不通畅。这耳朵能听清啊就可以了，啊，只要不散烂就可以。啊，弟子次咒满愿，色相被。也相信能满愿，但是五年来没有实现，可能是不精进。弟子是不是应该次戒再次咒？啊，次咒满愿，我不知道你这个愿力是什么啊。虽然是五年了啊，没有实现，这个实现不实现，不在于我们来感觉来决定它的实现，啊。有的人呢，读经持咒持了几年，说我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但是突然遇到一天大风刮起来，你看很多人都刮跑了，他站着没动，那就是效果。哎，它不在于你看着那叫效果，而且在着你的内心啊，真正的效果不是有相来现出来的，啊！这个我想你念一句必然得一句。只不过你自对自己产生了疑啊。弟子想今生得到福报，且这生了，这生了生脱死，了生死脱轮回，请师父开示方法。今生想得福报，还要了脱生死，这是两回事了。啊，你是那个什么都要兼顾啊，脚踏两只船，啊，这不行。现想得福报，还想了脱生死，啊，这就不可能了，啊，所以说，想了脱生死，我们就吃苦受累，啊，遭罪，啊，而去承受一切，这才能了脱生死呢，啊，如果还想得到福报，那只能得到福报，和了脱生死没有关系。了脱生死啊，首先一切福报给都不要啊，那一切都回向给了脱生死这块儿。啊，有一回，在盖县哈，那时候，也是没出家时啊，走的就是往茅棚走，很累，晚上。非常累，非常累。后前面有个骑自行车的过来，对面过来，啊，过来呢，我就想啊，哎，要遇他要载我一段，那就太好了，啊，太好了。但一想，要想载一段，那我不就有所求了吗？又不对，啊，还得奢心，奢心才行的。啊，不奢心怎么能够成佛呀，了脱生死呢？自己又开始做功奢心。这个自行车到我跟前了，就像没看着我一样，啊，就过去了，啊，过去就像没瞅到，就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过去了。他走了很远以后，啊，后来他碰见另外一个人，他跟那人说话，啊，他跟我也不说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了脱生死，你就要断一切缘。所以如果你心放松了，有可能这个人就好心说我载你一段，当他要载你一段时，实际上你的心已经散烂了，已经变成福报那块了啊。如果你想了脱生死的话，这些东西必须得回避，不让它有，就发生都不让它发生。
走到跟前就没有缘，他就走到跟前他像看不见你似的，他还觉得挺奇怪，过去这个人，哎，这人怎么这么怪呢？啊，好像说那么一句，哎，这人真怪，意思是我这人挺爱说话，怎么到他跟前连句话也不说了？怎么什么原因呢？他不知道，实际上就是你的心是否摄住的问题，你摄住了一切缘，哎，他都不会发生关系。你想得到福报，就不会了脱生死的，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想得到福报，啊，还想了脱生死，正好是两条路，啊。所以说想了脱生死，首先放下一切的福报，全都不要了，全都舍掉，能舍的舍，啊。把它都舍掉了，最后才能往了脱生死去走，因为。生死就是因为我们贪恋了这些东西，啊，这些福报才有了生死。啊，不断的追求，啊，不断的痛苦，不断的轮回，又不断的追求，啊，所以说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又形成了色声香味触法，最后形成了贪嗔痴，啊，最后生死苦海，不断的轮回。啊，所以说。这个问题你自己好好考虑啊，你是要福报还是要了脱生死吧，是吧，哎，这是两个问题。请师父对当今佛教的现状引心取向谈下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对社会异常的迷茫，请师父赐教。现在的佛教，哎，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呀，确实是个很好时期。虽然存在着种种的毛病，啊，要和有一段灭佛来讲，我们现在万幸，啊，万幸，还有争取的可能性。所以说我对当今的佛教充满了信心，啊，充满信心，因为人人出家都想成佛，都想了脱生死，都想走这条路，就包括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也想得到幸福和自在，他们心想法都是正确的，都是想好，啊，包括一些坏人他也想好，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取得这个好，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又想福报又想成佛，他不可能的事情，啊，道和利不可兼得，啊，不可兼得。现在的佛教啊，确实也存在了一些弊病，啊，但是呢，虽然存在弊病，同时呢，也说明人在觉悟，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弊病，说明人。现在太觉悟了，啊，都知道这个东西不正确了，啊，包括我们的居士，今年提问的居士，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今天的佛教，啊，就是今天的佛教的希望。看到问题就要把，就说明啊，已经在开始改，啊，在改，已经引起了重视，所以这就是佛教。走向好的啊开始，啊好的开始。所以说我们对社会上啊这个异常，有的社会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种种的事情，啊，这很正常啊。就佛在世时候还有提婆达多的，啊，那叫佛在世，何况我们现在没有佛在世，我们多几个提婆达多。那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啊，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一个希望，就是说佛把这些修行的环境和机会留给了我们，留给了我们，要佛在世哪有我们的份儿，是不是？啊，留给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怎么来利用这个机会，怎么努力的问题了。
如果人缘，你像这些诸师大德啊，都没有往生，没有涅槃，都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你说哪有我们的份儿？是不是？我们怎么去努力？啊，我们想努力都用不着了，我们都是被动的听，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啊，感觉到是个机会，啊，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是马上啊振作起来。该出家的出家，该好好修行修行，这才行啊，振作，而且不管外面多大的困难啊，我们都要努力。有那句话，一等能除千年暗啊，只要一等起来，千年暗就能除去啊。那我们也可能十等八等千等百等，那这个世界就会慢慢走向光明。当然了，这个灯在什么时候长出来呢？不是无缘故生出来的，就像啊，这个莲花生在污泥中一样，啊，必然处在污泥而不染，才能成就莲花。所以说，大家应该取决于在污泥而不染，成为一盏明灯，啊，成为一盏明灯，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现在的佛教逐渐走向好转。哎，好了，而且呢，有很多迷茫的事情逐渐得以清正，啊，清正。而且从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对佛教逐渐有个正确的认识，他不因为佛教是个迷信了，而且他佛教呢符合了中央提出的八用八持，啊，又符合了道德，啊，而且是中国。啊，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也好，是走向共产主义也好，是一个顶梁支柱啊，啊，所以佛教必然为社会要做出很大的贡献。另外，我们佛教徒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很好努力。现在既没有战争，还和平时期，另外又给我们这么多因缘，我们自己在不奋作啊，光去慷慨悲伤那是没有用的。啊，啥用也没有，啊，就是振作，啊，我努力一天是一天，我今天努力了，啊，我今天就对得起佛，我今天不努力，我就连众生我都对不起，啊，所以说我们努力在当下，啊，应该有那么一决心，天下就剩一个人也要去走，啊，为什么天下剩一个人也要走呢？这什么原因？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希望成佛，成佛是他的本分，啊，所以说剩一个人也敢走，啊，是这么个道理，并不是说就真正剩一个人了。